我是觉得很可爱，怎么是送 Pinky，不是送那个巧克力？新道具，幸存者有10%的几率死后恢复健康。我不敢玩这种几率，很恐怖哎。再来是换弹速度，确定，继续。摸个鱼吧，什么名字？这个？他有没有听到我在摇 Pinky？ 继续，营救超市。你等下读书啊，50分了，我要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探索了吧？等下要准备巧克力那边的了。这是什么？超市。好，这里好。傻眼，只有一栋房子能探索。躲到这边好像真的有点无耻哎，可是每次这样躲躲躲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大爆血，其实突然喷得很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又来了，其实这样喷掉了。想当初第一次遇到乌龟打超久，反正下次去打不台就给吃。
下次 CWT 台北场再给你带吃的、喔，可以啊，不要太贵啦，我真的就是怕你们买一些太贵的东西过来，因为吃进去都还是要拉出来啊，就只是不要买太贵，我真的有巧克力吃我就很开心了，全部出售，确定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，我先去准备一下本位置桌面菜单。小七的他要跑去溜蛇板了，等一下，蛇板呢？我其实想玩玩看，比起滑板，我更想玩蛇板，因为之前想玩玩看，可是你知道年纪大了之后，如果蛇板一滑下去，骨头断掉还是屁股撞到地板那种，你知道老人家就是修复能力很差。怕我嘴馋哦，我现在就是在现在在吃台北厂的巧克力啊，就是在边吃边消化。比起乐事，真的巧克力会比较好一点。乐事太恐怖了，吃一包就要长三四颗痘痘。我先关一下喇叭，说听我自言自语吧。还好还有6分钟。还可以聊一下天。他刚刚把蛇板打成滑板，完了，我明天要怎样撑？虽然我想偷偷加你朋友好友，可是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啊。没有，深蓝也要乱讲话。我还有几个单人游戏啦，就只是说，这真的太有点太战略了，让我。我觉得我不适合玩这种游戏，就比较像《世纪帝国》那一种，我就很不会玩《世纪帝国》那一种，要操控角色去哪去哪，就类似刚刚那个我玩的僵尸游戏，痘痘直接挤掉，没有啊，每次挤掉就被兔子骂，干嘛挤，什么之类的，我说不挤留给你挤哦，他说对啊。好啦，那先开游戏，等等巧克力，滴滴滴滴滴，多人，在哪里啊？我这里，开启游戏。真的吗？那我偷偷送出喽，哈哈。继续。我怎么看到彩彩昨天完成成就啊？等下搞不好彩彩等级比我们高
欸，不是啊，那个谁，我又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。盈盈哦，还是要叫你那什么结什么？结盈吗？因为上次我就有密你好吗？你在那边没有回我。影音啊，我忘记他叫结音还是叫什么了。好啦，我先关这边，不然等一下巧克力讲话漏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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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！Hello， 嗨，哎，我看为什么彩彩他昨天完成成就啊？哦，啊，可以开新角色哦。彩彩啊，哦，我的才华深深感到佩服。哈哈哈！我为你的才华感到难过。为什么要难过？我觉得我学的蛮好的。可恶！我要去喝杯酒，泄愤。哎呦，喝酒是不是？就一下，喝酒泄愤，我买最贵的，哪像巧克力都给我们喝便宜货。哇哇，你我都把第一杯留给你耶，那明明是你抢输我。没有，我是留给你，你看，我都在看着你喝。快喝了啊！喝了喝了喝了，气屁呀、啊！他不能边跳边喝、欸，喝一点就生气。啊，他不能边跳边喝哎、欸！哦，已经在跳了。但是你可以拿着杯子跳。好，版权杀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，很怕。好小心版权。我也怕。吓死了！那个彩彩九点才到。啊啊！他去喝酒了。哦、他去现实喝，我们只能在游戏里面喝。这样没有电高高，没事啊，都有局说没事了，就交给局了。哎、欸，播放一次要2块钱呢、欸，我太坑了吧，太坑了吧。不会、啊，花一点点小钱而已，没事。我看九一九摇的有点严重，你刻了什么？来看看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次会到新的地方哦。好啊。沙漠地区、哦、我就是要跳这个舞啦，这个比较可爱、啊。什么？你就跳？对，那个比较可爱。比较可爱。我不是。真相音乐。我的是匿名的舞哎、欸。你那舞那原版。巧克力刚刚那个超可爱的，你干嘛推掉、這個哦？哇！我喜欢这个啊，我扭屁股啊。安心看我的屁屁。我在看。我好美哦！天哪。安心看着我的屁屁很开心，他还偷打你的屁屁嘞！我拜托我翘臀哎、欸，你还很翘很翘很翘，过来了，我三个轮没问题啊，轻轻松松，没问题啊，其实你们只有两个啊，有你啊，你做事啊，你不要再只会坐在椅子上的那一个、啊，不要只会坐在椅子上啊。现在吃晕车要来得及吗？不用吃啦，哦哟。他说有些地方会有隐藏宝藏、欸，哎、哦，如果有奇怪的亮点，奇怪的可以去看看。真的假的？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过，我也没注意哎、欸。这是我们失败那一关吗？不是吧，不是，他另一关，他不晓得为什么有新的。啊，有他可能看我们太可怜了，就换一个新的地区。昨天有更新，
不知道更新什么。哦，这个是剪，可是现在更新应该跟都跟我们无关，啊，我们还没破关不是吗？对啊。哎，怎么按三好 ？F F F 丢亮亮。快点捡钱啊你们！扛错，只要四金钱无粪土哦。如粪土啦，无粪土。无粪土。是啊，你挖这些也只拿去点歌不是吗？跟喝酒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你以为酒哪里来的？酒而已，酒钱就是这样赚的。过关就一堆钱喽。那要感谢我啊！我每次挖黄金挖一大堆。哦，原来哦，哎呀，我都偷偷哎，我是输出那个，那个上去的路先挖吗？对，我们怕了，没有那么轻松了。我们要乖一点。哎，确定可以走？哎，可以，可以了，怕，可以直接走。好脆哦！哎，虫虫，你来了，你走开，举走开。哇！你看，我就叫你走吧。你看，哇，那个好过分哦，还有毒哎，真的，满满的粘液。我要先倒。倒先倒吗？哎，你是说灌篮高手？我流川枫黄金哎，可以啦，十五首歌。哎，沙尘暴，会怎样？走路变慢而已啊，视野超差。不舒服，有虫，要小心！暗藏玄机，有，繁星走很快哦。喂，什么？怎么？没事，我在你后面。融合石，我挖！我已经看到你们的车尾灯了。融合石是简单的，没事啊，很近啊。对啊。那个、啊、按 shift 跑步，别忘了。哎呦，快点跪！有虫虫的声音。对，因为我们在杀虫。哇，真轻松啊！哎呦，哇，好深！来，走开，让我丢个。好，关心有办法吗？照明弹。好远哦！我怎么放不到、啊？你也在那里啊？太远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很亮，很亮吧？好像太远了哎、欸。哇！挖下去吗？看一下，显、啊、示红灯哎、欸。显示红的，那超过30公尺，要往下挖一点点。往下，好，我这边往下看看。好。哦！你这不就跟雨月、啊？对不起。你这不就跟雨月那天一样吗？第二个，冲冲啊！嘿，虫来了，我有看到。大哦，虫来了。我是往生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没有，我只是躺着，我有点累。欸、我想要躺着休息一下。Reloading。好，那死了。完了，我操！有毒有毒，反正有毒，我走不了啊！去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走不了？我没有卡你啊！大佬，好，小心，没事，橘你在哪？小心那里，很危险，我就在下面。这还是怎样？好，我想要再挖一点。小心哦，不要一挖又跟我一样啊！我只是睡啦。那个真男人谁想得到啊？音乐啊！设计太过分了。真男人掉下去了。笔直挖就狙了。我觉得你们先笔直挖没差，救了之后我们再往上挖。哇，超级长哎、欸！我觉得隔壁有路，等一下、喔、快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默默躺。有黄金哎、欸。我觉得钱比巧克力重要，我们先过去如何？我比较重要，我身上的铠甲金闪闪，我感觉不到我的胡子了，帮帮我！哦，没事，没事啊，反正我就在前面了，耶、yeah! 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哎，不是啊，要下去哦。啊，不然呢？不是 啊，我们等一下怎么上来？我用我来挖嘛。你会挖吗？你都把自己挖掉一条命了。哇！
这个那繁星有办法勾上去吗？没办法，要找到、那個，因为它对到点的话会亮一点。OK OK， 只能到这里耶、欸。等一下，所以你要在那边，菊、欸，你再往下挖几个。好，那条线。所以我不用挖，是不是？我想说我还要钻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哎、欸，我挖的很棒哎、欸，它还可以爬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都放好、啊。看一下哦，菊在那里是不是？欸、真的哎、欸，这爬的。我挖去菊那啊，哎、欸，菊挖出来啦。那我们这样上得去吗？上得去啊，上得去啊。我们的跳跃力十足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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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爬多跳几下，它就会有一个手蹬，没没上去很酷。我下面是用蹬的，可是这边上不去了。我把这边挖通呢？没有，这已经通了，菊你可以下来了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比较好上去，对不对？上不去了，你要再挖一下，那边要再定一下。这样子嘞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上去？有有有，好上好上啦！走了走了走了，没事啊没事啊。啊，走走上下。轻轻松松，这样我们要找血包、欸我们要找什么？找那个啊，莫林斯。莫林斯，找到了，找到哇！那我们挖起也都很辛苦哎、欸。好啊，就一个一个地方来啊。哎、欸，哇，在那上面。可以标一下那里吗？哎、欸，我刚刚不标了吗？再标一下。我再标一次。好像有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挖到挖到挖到。I found some more kite。可以。照明枪射这里好了。亮亮的。God。都挖掉了吧？感觉没多亮哎、欸。你是不是射太远了？对啊，可能射太远。可是我看到虫虫了、欸，打不到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。这是什么？哇，你们看这里也有哎、欸。哪里？上抬头，抬头。这个我还行啦，只是不行。这个哎、欸，那个上面的、欸，那上面的、欸，它太陡了，不行，它太陡了。这超级高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。蜘蛛通道哎、欸，对啊，那蜘蛛通道感觉有东西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上面不太行，因为它的位置哎、欸、不对，它是我们回去的路是不是？我们是另外一边啊，我们是另外一边、啊，有回去，对对，回去的路啊。你有看我刚标的那里吗？嘿，怎么了？就这个点，这个点，抬头帮我看一下。你说莫林斯啊？等一下，对对对，莫林斯，等一下帮我标一下。好，你看一看，我现在的位置就离那里蛮近的。OK， 啊你因为刚刚巧克力从这边掉下来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这里我们是可以挖过去，没事。然后帮你照明灯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只怕我没关系掉出去而已。我在下面接住你。你们先小心啊，有蜘蛛来袭了。好好，哪里？他说的，他说的。我是不是要让这里亮一点啊？哇，我满载了，才刚存呢、欸。哎，莫里索来啦！蜘蛛抵达，好。那个小屁孩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小胖子来。